苏联，盟军神舟，我好像真的没怎么在一小块地里面看到过神舟，看这局什么情况。有，来，吃人来，快来，来几个能跟奥斯打得有来有回的。cos 的零 power and 等于二 o 有，看不懂什么意思。首先右上角的是24，然后这边是五人三国杀，左边的是新来的幻梦，然后中间是敖林，咋咋九九不知道是谁。你说的好，下一局建议把24放中间。24又没有游戏体验了。这图应该是被作者固定调视角了。哼，好了，你敢在这个地方摸鱼吗？不敢。你这个搞，这个也不会玩啊，这个也不会啊。右上角是谁？右上角五人三国杀，这个会。左上角的这个神舟看起来也是会的，幻梦。哇，这个都是阿斯的公民，我说谁那么猛？把公民插别人家里去了？什么？居然有人被 R0 开局搞死了？这不能说是狠，这不能说是菜，只能说是。又没了。你往右边跑，右边是244，你想清楚啊，右边是244。他为什么不报熊呢？他为什么不报熊呢？是0.1核线程吗？我觉得这个是之前跟确实之前根本没玩过这个游戏，他甚至说的是铁饼99，能开局被 R0 直接打死，证明这个人他一定不一般。证明这个人他肯定不一般。哦，后面有这个箱子可以捡点看吗？哎，哦，这个矿石好像没有刷的。其实这种小图你知道吗？这种小图，你看到这种奖励箱最好还是捡一捡，因为奖励箱部队箱里面的东西，有的时候真的能直接改变整个战局。尤其这张地图它实在太小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实在太……我操！两个棒子中间夹了一个电塔，好色情啊！好色情啊！什么？这就是，封不住了，有点色情。哎呦，这菜大跌了，那没了，你这边要没了。冰晶光波塔是顺下的，但这个塔还要造，造要过程，而且这个你出步兵又打不过，难受。24在这里能把塔直接放这里，好远啊！啊，他把基地车卖了，真的是卖了。现在确实只能破釜沉舟赌这一把了。我操，神舟在整 T 四，然后整个混天塔。哎，24现在很 happy 哦，现在。你看24这边啊，呸。阿林这边拿四个油井，然后又要开矿，又要拿这五个油井，很爽的。蒙着打阵地战，你只能想办法在他把阵地码过来之前，先摆好自己的阵地。开了个神舟叉车，那没事，还挺他妈和谐的，
一个龙岩，一个叉车，佛了，佛了。关于阿林能不能打得过24，我觉得还要观望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佛了，他为什么不开这个矿？嗯，阿林为什么不开这个矿？哎呦，要整活了！你其实只带两个更好。哎，不是，有你怎么？有你，你先搞他电站啊！那你哪有拿铁饼去搞去搞别人光伏塔的？你是生怕被电的不够吗？怎么有人心？怎么有人载着铁饼就送死啊？我绷不住了。那一个防空都没有，肯定是先拆电站。打光伏塔是怎么想的？你是怎么哦，给 PK 练级是吧？给 PK 练级是吧？哦，奥林啊，你搁这给 PK 练级呢？你妈，别出铁饼了，别出铁饼了。我都不知道怎么这个局怎么会输，然后阿林再次告诉了我万事万物皆有可能。你要是实在一时半会打不下来，你先把这个瑞士银行给拿了吧。这个瑞士银行你可以拿得下来，然后这个瑞士银行它这个塔插不过来也可以把它拿下来。对，这边是R44，这边是R0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补个哨兵墙，你这很莫名其妙。他出这个兵肯定是为了防用的，他不会拿兵真的说拿标枪打过来。哎，他终于意识到这件事了，他终于开始开矿了。阿林终于意识到这。你妈的，这是我，我他妈沉默了。二四说我操啊。哎，这真的就是游戏脚本，把胜利摆在你的面前，让你赢，你知道吗？R0啊，你妈！我就看到这个箱子里面一个圆形先锋机从地上直接蹦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看一个圆形先锋机直接从地上蹦起来，二四吓得我操，然后直接跑了。你妈！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刚刚那个局，阿林用自己的实力行动告诉我们，正常打，哪怕他是有绝大大的优势，也打不过二四四。然后你把游戏给他开出来了一个圆形先锋机，hold 不住了，我绷不住了，傻人有傻福。哎，怎么圆形先锋机还能给你送红血的？别吧，一直 F 按着不要停， F 按着不要停。这个圆形先锋机的玩法就是 F 按着不要停。游戏想让他，确实，绷不住了，真的绷不住了。阿林现在都不操作别的单位了，你发现没？其实这种情况下。
你别把他浪死了呀，你怎么会把他浪死啊？这不好吧，我日，怎么这也能被打成红血呀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阿斯是要气死的，阿斯看得要气死了，给你开挂你都打不赢，你不中用啊。啊，你倒是动动这个双刃啊，你可以拿双刃过去帮忙的呀，因为你这个原型先锋机他眼看着这边打不过，他就欺负苏联了，完了。输得好，傻人有傻福，但是 SB 没有，虽然很过分，但是我承认你说的这话是对的。你把，不是，哎，不是你这么玩的双刃，哦，我绷不住了，就是你要拿原型先锋机在前面挡着开 F， 然后双刃跟在这个诱饵弹后面打，拿双刃上去裸送是啥呀？我好心疼啊，给你这你不中用啊。二零支棱一下，这边开，你看这边开连续开两枪之后开不出什么特别能改变影响战局的东西，一个平命者。不过这边有双刃吧，把双刃给他送没了，他一个双刃都没有了，他一个双刃都没有了，架子应该打不到的，这个太远了。神州真的就靠着扎的这点防护给撑下来了，我操。你要打折快点呐，阿林他现在应该余了很多钱，我感觉他只余了2000，为什么呀？我想不通了，真的。一会米格出来了真的很难受，米格出来了真的空，这不好吧？你再说说，你再个天启，你要去打谁呀？别、啊！你啊！244要气死了！现在244想的是，早知道他妈这都打不过我就不退了，早知道连这种这他妈都打不过我就不退了。现在244的心理是这样的，244说他妈早知道这个他妈给你开 bug 你都打不过我就不退了。心急了，大爹心急了，可以打，大爹心急了，心急了，爹心急了，这你妈，你看这个射手太他妈离谱了，在这里能打到这里的塔，太过分了，又一个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还是这个位置，还是这个箱子，你猜在这次能开出个什么东西出来？让我来看一下，你总不能又开出个先锋原型机出来吧？那他妈要是能开，那真的续命。开不出来了，开了一个礼炮，人品又完了。对啊，你妈，你为什么要空运天启呢？我就想不通。他载个天启，他要去哪呀？他载个天启，他要往哪里跑？这个路就只有这么近，你为什么载个天使在地上跑？给你开了锁头，给你开了锁头，你去瞄墙是吧？我操！244，早知道我就不退了，笑死我了，真的是。不过他现在只要这个 F 按着不停，他就。理论上来说他就不可能再死。
哎，你别，你这个远一点，我怕了，我怕了。你离他远点，离他远点，离他远点，怕了，我怕了。对对对，我真的怕了，你别那个被打死了，真的是。血压 up up up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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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还好还好。是的，没单位打的都。按住希望的 F 键，按住你希望的 F 键就可以了。对呀，你看，你直接让天机走过去不好吗？这天机走过去，还能路上吸点东西来呢。你干嘛非要空运天启的时候是不是？开旁边放个礼炮，好死，开香槟了，开香槟了。米哥打不了，退了退了。哦，我受不了了。所以说，你们还记得我开局说的是？你们还记得我开局说过的吗？像这种小图，发现部队箱一定要去捡，因为你不知道部队箱里面可能开出个什么东西，直接把这个战局给改。我的日，你妈！我日冕崩了，我操！气死了！我本来想存下，我想存下这局录像的。